这也是纺织娘的。嗯。这应该要把它关上去。这刚刚是你。嗯。这个帽子是。不晓得是不是小龙的。先不要，我先洗一下手，这样子。哦，还有，你要吃那个吗？这个凤梨。我现在嘴巴不能吃这些酸。我想的是弄牙齿，我的门牙也太，就是，嗯，是，都很皮啊，太皮。